我觉得 One and Once 这次呈现的是一个过去的自己和一个现在的自己的一种对话。这次 One and Once 所呈现的和我自己当下的现在状态其实有很多很契合的地方。现在节奏很快，步调也非常快，所以我觉得我们适当的应该停下来，去跟自己对话，去思考，去审视生活。Gentle Monster 是一个不断的在视觉上面，还有在创意上面不断的在打磨，非常有追求，一直在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牌。安静的，强大的，多元的。这一次跟以往比，我觉得带来了更多、更丰富，然后更有层次的色彩的太阳镜，就好像加了一层滤镜一样。你可以通过不同的色彩，好像站在了别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，然后会增加更多的想象力吧。